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啦，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啦，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啦，哒啦啦哒哒哒啦，哒啦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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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啦。你记不起那年那天是星期几？乒乒乓乓，乒乒乓乓，梦想着出人头地。是星期天，怎么住教室里？乒乒乓乓，乒乒乓乓，一定要出人头地。那几年只顾跟时间赛跑，夕阳很美，但对我来说并不好。学校门锁了，连家都回不了，所以翻墙绝不是因为无聊。那时的我梦想要买大大的房子，家里装上暖气，不愿更换地址。可那不可抗力再次让我坠落谷底，叛逆的年纪我选择了退役。未来在哪？不知道我会好吗？不知道未来在哪？不知道那他们呢？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啦，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啦，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啦，哒啦啦哒哒哒啦，哒啦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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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啦。他们为我付出了多少？他们都尽力了，钱财都给我了，身体打伤了，皱纹多了，动作慢了，都伤了，老了。过后看到他们，我笑不出来了，考虑要不要继续了，心里难受了，情绪上来了，不忍心了，哭了。有时候生活像是爬楼梯，一步一个台阶绝对不能停。生活没有天下，那我就自己闯天下。一点一滴那些日记在无数个夜里，人的出生也许不公平，没含金汤匙不代表不能行。告诉当年那个孩子叫过超的，这一路会遇到很多困难挫折，但他做到了。未来在哪？他不知道他会好吗？他不知道未来在哪？他不知道那他们呢？他只知道不想他们生病，我的家人，不想他们难过，我的家人，不想他们孤独，我的家人，不想他们受伤，我的家人，不想他们心慌，我的家人，不想他们悲伤，我的家人，不想他们失望，我的家人。我想说声爸妈，我爱你们。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啦，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啦，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啦，哒啦啦哒哒哒啦，哒啦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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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